乔恩在去年和老公 Alan 结婚，婚后生活甜蜜，几乎是形影不离。而近日，乔恩晒出与老公在台北街头骑车的生活照，只见两人一起坐在电动车上，陈乔恩从后座环抱老公，两人对着镜头灿笑，十分幸福。陈乔恩在文中写下：“大叔载小朋友去吃刨冰，然后买了一堆食物回家看 Netflix。”另外，她也不忘调侃老公骑车的姿势：“大叔骑电动车去买盐酥鸡，为何还要摆出如此做作的姿势和表情？可能他幻想他在骑哈雷吧。”网友看到两人甜蜜合照都被闪瞎，并留言大赞：“好幸福哦，我们乔恩第一张开心的小表情，真是嫁给了爱情，看到你这么幸福真好啊。”you